好啦，那你们刚刚看到的画面呢，就是我们一堂拳击课会做的训练。基本上一堂拳击课里面就会包含了心肺训练啊，像是跳绳，或者是协调性训练啊，像是你们刚刚看到我会练习绳踢，甚至还有反应训练啊，爆发力训练啊，肌耐力训练等等的。那简单来说呢，我觉得拳击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全方面的运动，而且啊，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有氧运动。所以我觉得对于女生想要减脂啊、瘦身啊、雕塑身材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。因为其实我们在出拳的时候，你的核心是要绷紧，是会用到全身的肌肉。那你在出拳的时候其实也需要带到这个转腰的动作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拳击课在帮助我雕塑手臂线条啊，还有腹肌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我本人从去年十月入坑之后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项运动，其中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舒压，现代人的生活压力真的太大了，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来拳馆哦，是格斗拳击哦，不是拳击有氧哦，来舒压一下。那其实呢，我之前也有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分享过一些可能我上拳击课的片段啊，那也有收到不少朋友有问我一些关于拳击课的问题，所以今天我就想说，统一在这边帮大家做一下回答。那首先呢，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都会想问的问题是，这种格斗拳击会不会比较多是男生去上课，或者是它就是一个比较暴力或者是血腥的运动。其实现在上拳击课的女生也越来越多，像我上了蛮多的班，都是女生人数大过男生人数的。而且啊，其实拳击这项运动啊，在国外也是非常非常多超模，就是 supermodel 很热爱的运动，维持身材、雕塑身材、减脂瘦身这个部分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是对拳击有兴趣的女生，真的真的不用害怕，直接走下去就对了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可能有人会想说，拳击选手感觉就是全身都是肌肉啊，是不是要打拳击之前你一定要有些健身的底子啊，一定要身上很多肌肉啊？我觉得这一点大家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拳击它的确是一个需要用到全身肌肉的运动，可是在每一堂课中教练都会带我们做一些基本的肌力训练，所以啊，一整堂完整的拳击课里面，除了包含打拳的有氧的部分，也有包含我们最基本的肌力训练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，你零基础啊，没有任何的力量啊，其实你都可以在一次一次的堂课中去累积你的肌耐力，然后也可以去训练你出拳的爆发力等等，所以这些真的都不用担心。然后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有些人问说，这样拳击课会不会很贵啊？其实我当初啦，也是预想拳击课可能一堂课大概800啊、1000上下，但事实上，以我的拳馆来讲好了，它是有分月票跟团票的，那平均分配下来，其实一堂课大概是300到400不等，但是这个价格是 for 团课的价格。如果今天你是想要找一对一的教练，那当然价格会再另外算，比较贵，我们今天就先不讨论。可是基本上了，我自己是觉得一堂课如果是300-400的价格，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而且重点是我的这个拳馆它还有提供体验课，可以让大家先去玩玩，先去尝试看看。所以我觉得想要打拳的，不管男生还是女生，真的都可以去试试看。好，那以上呢，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多人想知道的三个问题。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安녕。